那边只用人头设小方块。哦，那个不是人头，那个不叫人头的。我跟你讲啊，这个就是这种驾驶室啊，就是说父母太疼爱小孩子了，还帮他设公司干什么？我觉得小孩子长大自己去打天下就好了。父母帮小孩，就出钱帮小孩子开一个公司，这也不是很奇怪的事。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稍微聊一下那个小跑咖啡厅的事情？就拿个椅子来跟你坐。我还有人生自由。我们方不方便一点点时间受访，然后让您继续您的行程？好，谢谢佩姐，谢谢佩姐，谢谢佩姐，好了。